对许多人来讲，礼拜一到礼拜五就是很不愿意面对的日子，尤其是放完假后的第一个上班日，可能就有很多会议等着你开，那我们的心情就会比较紧绷一点。这个时候啊，如果上下班开车途中又碰到大塞车，真的会让人非常的焦虑。一旦焦虑，你就容易出错，然后就觉得这一整个礼拜都毁了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陪伴着我们上下班的是一台特别的车，那可能就可以扭转我们的心情，把 Blue Monday 转变成 Shiny Monday。 有这样的车吗？我今天所开的 Mercedes AMG EQE 43 4MATIC 就是这样的车，它是一台宾士，也是一台电动车，更是来自于 AMG 的调教。所以宾士、 AMG 电动车这三个名称加在一起，就是一个让人心情很振奋的组合。现在有越来越多人想要买电动车，原因很多，有人想要尝鲜，追求流行，或者是就是为了环保，因为它不会排放废气。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原因哦，因为电动车它就是与众不同。因为车厂在设计电动车的时候，思想总是比较大胆创新的。不过我觉得像宾士的电动车 EQE 或者是 EQS， 他们不只是大胆创新哦，甚至可以用科幻来形容，就很像在星际大战中看到的交通工具，仿佛你开着它就可以前进到一个未来的世界里面。当然 EQE 跟 EQS 它不是空有外形而已，他们所采用的弓形车身不止流线好看，实际上风阻系数也很低，像 EQE 只有 0.2， EQS 更只有 0.20， 所以对于整个行驶效能还有能耗表现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不过我知道你可能对于风阻系数这个名词呢觉得比较艰涩难懂，毕竟大家对外表好不好看还是比较重视的。那像 EQE 43它就标配了 AMG 的外观套件，所以它看起来不止科幻，更是一台跑车。开着 EQE 43真的会有一种优越感，因为别人看到你会觉得你很有财力，然后你有社会地位，有想法，而且有企图心。当然这些都是外人看我们的角度，那至于我们内心追求的是什么，其实是更重要的。那这部分我觉得 EQE 43它就非常懂你，因为呢在你上车的过程中，它就有一系列的欢迎模式来迎接你的到来哦，包含它有 AMG 的音效模拟系统，还有动态数位头灯，会有做动态展演，你还可以选择流星雨的模式或者是在墙壁上投射出 AMG 跟宾士 logo 的符号。那进入到车内呢，当这仪表灯光、氛围灯还有荧幕灯纷纷亮起的时候，哇，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绚丽，总之就是有满满的仪式感。那上路之后我们又需要什么呢？我想第一个就是速度咯，因为呢我们要比准时还要再提早个10分钟、20分钟到达目的地，这样才可以不慌不忙的来准备接下来要做的事情。好，讲到速度啊， EQE 43它有476匹的最大马力，从零加速到时速100公里只要 4.2 秒，所以讲速度它绝对是快的。第二个重点就是这台车必须让你觉得很舒服。我们都知道电动车比较安静，宾士的电动车更加的安静，尤其我们试驾车它刚好选用了声学舒适套件，所以它全车都采用了隔音隔热玻璃，前挡跟前车门窗是双层玻璃的设计，所以可以让你的耳根子更加的清净。那另外它也标配了 AirMatic 气压悬吊系统，在一般道路下你使用 Comfort 模式来行驶，那你会觉得吸震性很好，而且它的路感回馈服帖
沉稳舒适，所以在这样一个安静平稳的氛围底下开车，你的心情就会非常平静，然后思绪变得更加清楚，就可以仔细想一想今天要怎么把每件事都做到最好。车子要开得舒服哦，必须让你有从容不迫的感觉。 EQE43 它虽然是一台性能车，可是在日常行驶下，它的动力并不会像是洪水爆发一样涌现出来，而是循序渐进，很好掌控。那我们都知道电动车都有动能回收模式，那 EQE43 它的模式非常多，看你是想要滑行距离长一点的，或者是一松开电门就有比较明显的减速力道，那你也可以选择 D-Auto 模式哦，它会随着路况还有车流的这动向呢，去主动来控制刹车。另外也有单踏板 One-Pedal Drive 模式。总之呢，在各种路况之下，不管是市区啊，或者是高架道路，都可以找到适合你的步调。另外，这台车有两个很好的配备，我觉得对于市区行驶有很大的帮助。第一个就是它标配有后轴转向系统。转向角度最大可以达到 3.6 度，所以当你转进小巷子或者是转进停车场的时候，伸手是更加利落的。另外它也有360度环景显影系统。好，这个配备呢虽然不是很稀奇，可是你知道 EQE 它的萤幕特别大，所以画面看得更清晰，那尤其当靠近障碍物的时候，它会把影像做局部的放大，让你看得更清楚。好，这样一来的话，让你驾驶这一台有点名贵的电动车的时候，心理上的压力也会减轻不少。好，电动车当然就是要充电才会跑。那两三年前我们对于电动车还不是那么了解的时候，多少会担心充电上面的问题。但是现在电动车越卖越好，然后充电站也是越盖越多，而且大家对于电动车的知识呢，也吸收得更加的全面，更加完整哦，所以自然而然的里程焦虑方面的问题就不像过去这么严重。另外还有个重点，就是现在的电动车续航力都越来越高了，像 EQE43 官方公布的续航里程是达到534公里，那你说可能会打个折吗？也有400多公里。这代表说啊，如果你每天行驶50公里，50公里其实对都市人来讲已经算是不少的了。那周一到周五跑250公里，周末的时候如果只是去近郊走走，或者是去采买、去逛街，那很有机会你是充一次电就可以行驶一整个礼拜。那如果你要跑长途的话，它的快充系统啊，在原厂所设定的这个最佳理想值，只要15分钟就可以再补充180公里的续航力。那把电池从10%充到80%，也只要32分钟哦。这代表说，你只要喝个咖啡、吃个简餐，它就充好电了。啊，这样说起来，你还会对电动车充满疑虑吗？好，忙碌一天之后，终于等到下班时间，我们可以喘口气，放松一下心情。但这时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噩梦的开始，因为又要再塞一次车才可以回得了家。但是不用担心哦，当你坐进 EQE43 的车舱里，你已经开始在休息，在享受，因为这台车它有非常丰富的声光娱乐影音系统来舒缓我们的心情。想象一下，在晚上6、7点的时候啊，当车内的灯光全部亮起之后，那个视觉感是多么的壮观。尤其这台车它标配有主动环境内装照明系统，多达64种的颜色，你可以选择单色，也可以选择彩色。它还有很特别的动态流光的效果，所以就像是坐在一个私人的包厢里面，当别人在崩溃赛车的时候，你却是自得其乐。大家都知道这几年啊，宾士玩数位化内装最有一套了。那我们今天试驾车很刚好的，它选配了非常特殊的 HyperScreen 超宽幅萤幕套件了，所以车内总共有3个大萤幕、哦，包含驾驶座前方的12.3寸数位仪表板。中控台上的17.7寸 OLED 高画质触控萤幕，最特别的是它连副手座前方都还有一个12.3寸的 OLED 触控萤幕。那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下班回家，顺道载老婆的时候呢，他可能一上车就可以透过这个萤幕中的导航资讯，知道还要多久才可以回到家。那如果他突然心血来潮，想要了解一下这台车的一些性能数据啊，还有一个耗能数值的话，他也可以从萤幕中读取到。当然我想这个几率比较小啦，但是他一定会想要听一下音乐啊，或者是看一下影片。那只要接上蓝牙耳机，他就可以观赏自己的娱乐系统，而不会影响到你。因为副手座前方这个萤幕它有一个安全机制哦，因为他知道当乘客看影片的时候，
可能驾驶者会忍不住想要去偷瞄，所以呢，他在仪表板这边呢内建有眼球辨识的装置。当他发现啊驾驶者没有看前方，而是偷瞄别的地方的时候，他就会把萤幕给关掉。啊，但是我必须讲啊 ，HyperScreen 它的选配价格不低，啊，一套选下来大概40几万元。但是我觉得当你都买到这个等级的车，不如就花下去吧。好，这台车它还有什么特别的配备可以来舒缓我们的身心呢？我现在要介绍的就是 Energizing 舒活套件，很刚好是试驾车它也选配了。那 Energizing 啊，它就是透过动画、影像、还有声音以及方向套件来让我们觉得温暖。它有非常多的模式可以选择，像前阵子天气很冷，那你一上车之后，你就可以开启温暖模式。那接下来它萤幕中所播放的动画还有氛围灯，都会是比较偏向于温暖的橙红色系，同时它播放的音乐是非常和煦的。此外啊，它还会再把电热座椅也同时打开，所以让你在短时间内呢就可以觉得很放松、很舒服。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有活力一点、要轻快一点的音乐，它也有；或者是想要有大自然的气息，听听海的声音，或者是虫鸣鸟叫，它都有相对应的模式可以让你来选择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选用的配备。当然 ，Energizing 套件它没有办法完全消除我们的疲劳。这时候你可以开启 Distronic 智能定速系统来协助你开车，它会很细腻的控制车速以及跟车距离，加速跟减速的都是由车辆来控制，你就不用花费太多的精神来开车。另外，我还很喜欢它的抬头显示器，因为它的投射面积非常的大，阅读起来非常的舒服。那尤其在开启导航的时候啊，它的路线指引非常的清楚哦，你不用担心会走错路。那在这样一个和谐的气氛下，你可以再开启 Burmester 3D 环场音响系统，不管你是要听交响乐、流行乐，或者是江蕙的台语老歌，你都可以深深的沉浸在里头，这不就是幸福的感觉吗？但若只是上下班代步，我想 EQE300 就够了。今天主角可是 EQE43， 挂上了 ANG 的 logo 之后，它的性能面就更值得探讨。大家买性能车可能会拿来用速度来纾压，不管你是晨跑杯、夜跑杯、翘班杯，这些在一般路上跑难免都会遇到风险。如果要彻底体验一台车的性能，我想赛道才是最佳的选择。我们参加了周周跑俱乐部举办的赛道日，来到台中力宝国际赛车场，为的就是来看看 ANG 的电动车是否还是真的为了赛道而生。EQE43 为双马达构成的四驱系统，它的重效马力达到476匹，哎，这个数据跟20年前的 W21155 ANG 一模一样。但是电动车扭力高达了87.5公斤米，比老家伙的71.4公斤米大了许多。电动车扭力来得非常直接，对于起步加速非常有帮助。原厂公布的时速0到100公里的加速成绩为4.2秒，我们用仪器实测也达到4.06秒的惊人成绩。左脚刹车，右脚电门 ，Race 大模式随即启动，伴随 ANG 特有声浪弹射而出。整个加速过程非常畅快，就算你阿公来，轻轻松松也可以4秒破百。而且 ANG 在起步的时候，它把扭力刻意的压制住了，呈现了一个0.8到0.9G 的一个加速高原。这种加速非常充沛，但是不会让阿公心脏不适，这算是 ANG 贴心的一个设计。整体加速质感跟输出的特性，其实就是 ANG 一贯的高水准。看到43这个数字，我们可以确定。他就是 ANG 的二哥，杀红眼压榨到极限并不是他的主要任务，他就像是一个西装暴徒，用优雅的暴力来诠释 ANG 独特的加速美学。在上赛场之前，你必须先了解你有哪些配备，你才能够发挥他的极限性能。车重向来是电动车的痛点， EQE43 也有 2.5 吨的重量级身材，当然必须全面强化才能应付赛道超架。 ANG 在避震、轮胎、刹车上都经过了完整的升级。 EQE300 的传统圈状弹簧在一般的行路上偏舒适设定， EQE43 配备了 AirMatic 气压悬吊，
20年前的 E5 AMG 超跑杀手就已经配置了 AMATIC， 经过了20年的演进 ，AMG 的调教功力自然又更强了。Comfort 模式拥有清晰的路感，但是不会边坡，在赛道上切到 Sport Plus 模式，它就可以支撑住 2.5 吨的车重，这可以说是文武兼备的专业设定。车如果这么重，那你轮胎也要够宽，刹车也要够大。四乘车配置了前265/40 R20 后295/35 R20 的倍耐力 P0 跑胎，这可是超跑等级的搭配啊！但是前后配让它的后轮转向角度限制在 3.6 度。其实 EQE43 虽然为四驱架构，但它前后马达的最大扭力输出比例为前33后67，这样看起来其实它是偏向后驱的设定。所以刚刚前面讲的前后配胎宽跟后轮转向的角度变小，其实就是为让它后轴更稳定。刹车部分，前轮为六活塞卡钳，配上 415mm 的碟盘；后轮为单活塞卡钳，配上 378mm 的碟盘。对一般车来讲已经相当巨大，但是对于 2.5 吨的电动车来讲，其实刚刚好。AMG 在底盘上下的这些功夫，就让我们在赛道上实际来印证吧。硬体高装减之后，软体也需要 update 一下。下赛道之前，我建议各位先把心态调整一下。如果你是第一次下赛道的新手，或是你第一次开这部车，当你人跟车的搭配极限你都还没掌握的时候，如果一下赛道马上猛冲，其实非常危险。我们跑过几次赛道日，拿过几次奖杯，还算是有点赛道经验，所以我们将 AMG Dynamic Select 模式直接切换到 S Plus。这时候动力反应、悬吊软硬以及车内声浪都到最热血的模式。至于 ESP 电控系统，我们先开启。当我们对这个车比较熟悉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切换成 Servo 模式。建议方向盘左侧的快捷键设成 ESP 的切换，这样子你在赛道上也可以快速的掌握你的状态。电动车由于扭力巨大、加速巨快，而且它没有声音，所以在直线路段很容易陷入速度迷失。EQE43 在大直线可以轻松冲到时速180公里以上，小直线有170哦，这个表现非常出色。所以我建议你面对弯道的时候都提早刹车，刹车点提前个50公尺，先测试一下刹车的极限，以免冲出弯道。 AMG 的巨大刹车表现其实相当出色，我们连续超了非常多圈，其实它都没有衰减。全力刹车时候车身动态稳定，车尾并不会有严重的偏滑，即使重心前移，气压避震仍然让车头可以撑得住。转入弯心的时候，虽然有一定的侧倾，但是它不会让你胆战心惊。弯与弯之间的小加速都非常快，如果贪快很容易就晚刹。你别忘了，电动车最擅长的是出弯加速。如果贪快晚刹导致车头推头的时候，你出弯就没有办法善用你的扭力。所以驾驶 EQE43 的心法就是8个字。借机用冷，慢进快出。力保赛道全长 3.5 公里，总共有23弯，所以在赛道上连续重心移转的状态非常多。高速时候由于 EQE43 的长轴距，所以它呈现稳定的状态。低速弯的时候，只要适应它重心摆荡的节奏，你也可以顺利的穿越。跑赛道时候难免为了拉直路线而碾过路岩石，这时候 AMATIC 的气压悬吊可以承受巨大的冲击，让车身可以平稳的通过。在后段的下坡路段， EQE43 的重量在这边会特别展现，而且这时候你的轮胎跟刹车通常已经累积了不少热能，我建议你不要贪快晚刹，不要硬掏轮胎，这才是最后的生存之道。倍耐力 P0 跑胎虽然是高性能等级，但是站赛道还是必须要好好的掌握它的临界点，虽然它持续尖叫，但是你不要继续再硬掏它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全力冲刺完一圈不成问题。我们在赛道上跑了8圈，全力冲刺一圈马上就会散热一圈，这样才能确保轮胎的状况，让你可以顺利的开回台北。我必须说 AMG 的冷却系统确实真的有一套，我们连续冲了好几圈，不管是电池、马达，它的温度都非常的稳定，而刹车也没有热衰的状况，不像某牌的电动车全力冲刺赛道的时候，要嘛动力过热而降低动力，或者是刹车过热冲出赛道。 EQE43 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。挂上 AMG 名号的 EQE43 即使登上赛道表现也是可圈可点，一部车长长达5米的房车
能够跑出这种速度，我觉得它已经是难能可贵了。扎实的车重虽然不可能完全的消弭，但是转向手感跟车身动态都维持 AMG 四三二哥的等级，虽然没有达到巅峰，但是仍然充满乐趣。另外，我必须特别强调，出弯是 EQE 四三最厉害的地方。如果你已经熟知车辆动态与轮胎极限，那这时候建议你马上把 ESP 系统切到 Sport， 你会进入全新境界。电控系统介入时机变晚。入弯的时候可以利用重心摆荡让车尾带着入弯，但是你要小心车重蛮重的，千万不要滑过头。出弯的时候如果你的技术够，你可以选择将电门加大，利用后驱的特性让车尾滑出，稍微反打拖出弯道，乐趣十足。你如果追求出弯速度快的话，让车头呈现微推的状态，利用四驱系统发挥强大的扭力，抓住路面拖出弯道，射出弯道，这才是EQE 四三跑赛道的时候最让人上瘾的时刻。看完影片后，有没有发现到拥有 EQE 四三的生活是如此的精彩？过去我们总认为啊，电动车就是绿能，就是环保。但是在 AMG 的操刀之下 ，EQE 四三它是可以下赛道，带给你速度上的乐趣，所以能静也能动。它改变了我们对电动车的想象。